咁上集咧带大家眼睛去 Bristol， 咁我哋搭咗15分钟嘅车程左右啦。咁啊，今集咧就嚟到 Bath 啦。系啦，今次咧我哋拣住嘅呢间酒店咧都有啲来头嘅，因为普遍咧 Bath 咧其实就讲求一个对称嘅一个世界嚟嘅，即系主要都系啲 Georgian 啊同埋 Victorian style 嘅建筑啦。但系呢一座酒店本身嘅建筑咧就系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嘅特色建筑，咁啊又应该有150年历史啦，应该超过。咁所以咧喺呢个 Bath 嘅世界里边咧，有一个咁样嘅特色嘅建筑咧系非常之罕有嘅。好罕有啊！咁不过究竟 Bath 咧系有几讲究？求对称咧，我哋阵间带大家睇下。依家我哋参观酒店先。我哋咧由酒店行过嚟呢度咧，呢一度咧就系叫 circus 啊。咁啊，点解叫 circus 咧？因为佢系由三组 building 组成嘅一个圆形啊。而呢个圆形嘅直径咧，据讲系同巨石阵咧直径系一模一样嘅。咁啊，好大啦。其实呢度 form 咗个圆形，而中间咧亦都有一啲樱桃树喺度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三座 building 他们的墙上面都有一些 symbol 在这里，有人说是跟共济会有关的 symbol， 不过我就真的不清楚是不是。The Circus 这里其实是 Bath 一个很出名的打卡位，但是最出名的不是这里，我们带大家看看吧。整个 Bath 总共有7个呢啲咁样嘅 crescents 嘅，咁而 The Royal Crescent 咧就系最出名啦，亦都系最长嘅呢个 crescent， 合共咧有30个单位去组成呢个 crescent 嘅。咁至于前面呢个绿色草地咧，就系一个共用嘅 garden 啦，咁样。不过大家留意啦，虽然前面呢个 crescent 好工整好靓啦，不过后面咧就系开放俾所有业主咧系去做佢嘅设计啦，点改都得嘅。但系前面咧就相信系唔能够改噶啦。咁至於 Royal 嘅名咧，其實就係後加嘅啫，係因為話曾經有一個王子啦，就係嚟到呢度住啦，亦都擁有一間屋之後咧，先至有一個 Royal 嘅 title 喺度嘅。咁而家咧30个單位當中咧，中間嗰間屋咧，即係16号屋咧，就係酒店嚟嘅。不過咧，好貴噶，4000几蚊港紙一晚啊！介绍翻呢一个设计叫做哈哈墙，原意咧就系想拦咗对面嘅生物入侵啦，但系又唔想起一幅城墙出嚟挡住个景观，咁所以最后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小 V 型嘅坑。你睇下啦，都去到我膊头咁高噶，听讲咧以前仲话系深啲嘅，但系咧依家咁样要爬上去都唔系咁易噶啦。难得埋去后面俾大家睇下啦，真系咧各有特色嘅。
咁啊，同前面嗰啲工整嚟讲咧，就真系好大对比啦。而家咧，我哋就去睇埋 Bath 最短嘅 Crescent， 叫做 Cavendish Crescent， 有11个门号嘅，同样都系 Georgian 设计。你会发现咧 ，Cavendish Crescent 比较简朴啲啦，冇柱啦，只系得第一层嘅窗上面咧有一个小小嘅装饰檐棚，同埋咧就有一个睇落唔系好用得嘅露台咁样咯。好似中環咁喎，即系咧，士丹利街啊，同呢個威靈頓街咧，都有呢啲類似啊。因為山坡啊嘛，咁但系 Bath 咧都係好多山坡，所以呢度都幾似，呢度叫 Hay Hill。我后面呢条咧就系叫做 Putney Bridge 啦，就系1774年落成嘅一条喺巴非常之历史悠久嘅景色啊。咁啊，佢横跨嘅系咩河呢？就又系嗰条 River Avon 啦。我哋上次讲过啦 ，River Avon 个 Avon 咧就 Welsh 嘅，都系解 River 嘅意思。咁啊，佢条河就喺英格兰嘅西南部啦，一直流去到 Bristol 咧，就系出翻海嘅。咁因为呢条桥咧，其实系两边都有商铺啦，其实系非常之独有嘅。全球咧得四条呢啲桥咧系咁样嘅安排嘅啫。咁啊，因为有咁多商铺嘅两条桥夹住啦，其实你喺上高系唔觉得自己咧喺条桥上面嘅。我哋而家身处呢个位咧叫做 Spring Gardens Road 啊，就系同呢条桥打卡位最靓嘅地方嚟嘅。咁啊，如果喺上高咧谂住望翻条河嘅话咧，都有两间 coffee shop 可以俾大家选择。咁啊，饮杯咖啡，睇下件饼咁样，都系几磅嘅啫，系非常之值得去试下嘅。
嚟到 Bath 梗係要去 Roman Bath 参观下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啦，罗马时期咧，其实英国呢个土地咧，只不过系叫做 Britannia 嘅地方啦。咁至于 Bath 呢个城市咧，更加系只不过好细嘅城市。但系罗马人咧就睇中咗呢度一个好好嘅泉源咧，一个温泉啦，所以就将佢建立咗一个好大嘅浴场啦，然之后有一个城市围墙咁样围城咁样嘅。咁但系呢个城市咧，真系改咗叫做 Bath 咧，系讲紧十八世纪啦。咁亦都真系 George 人咧，即系乔治王嘅时候咧，就系将佢建立成一个旅游城市啦。而大家见到呢个建筑啦，呢、这个浴场嘅建筑咧，最上面嘅建筑咧，都系十八世纪嘅时候咧所起嘅，亦都系咧 George 人嘅建筑嚟嘅。咁至于浴场方面咧，其实咧好少，而家世上绝无仅有咧，仲有水，仲有泉源嘅呢个罗马浴场啦，喺罗马都已经见唔到啦。咁至于嗰个泉源咧，其实就喺呢一度嘅侧边嘅啫。咁啊，亦都起咗个水库，储住啲水啦。咁啲水咧就经过地下嘅啲通道啦，就传到落去呢一个大浴场呢度。咁水温咧就系46度，相信咧都几舒服嘅。我哋平时嘅小旅行咧，好多时候都好即兴噶，谂唔到去边，咪周围行下咯。大家未必知道嘅咧，就系巴有一条好重要嘅运河啦。而呢一条运河咧，喺未有火车嘅时候咧，其实好重要，系经济命脉咁滞吓。咁啊，呢一条运河咧就叫做 Kenneth and Avon Canal。咁而呢一条 canal 咧，系讲紧当其时系运啲咩咧？运煤啊，或者系我哋讲好多 Victorian Georgian 嘅 architecture 咧，都需要一啲 limestone 去兴建啦。咁而呢啲咁大嚿嘅石头都喺呢一条河度运啦。咁啊，后面呢一个咧就系 Bath Top Lock 啦。咁喺呢条运河入边最上游嘅一个 lock， 一个闸一闸住啲水嘅。每一个 lock 嘅差距咧，个深度嘅差距咧系讲紧5米啦。咁所以由最上游去到落去 River Avon 最近 River Avon 的那個 lock 咧，係講緊有20米的深度啊！Yo， 我哋而家咧帶大家去買 Bath 嘅另一個人世景點 ，Let's go！
咧，都可能只系会留喺City 嗰度啦，即系 Woman Bath 咁样啦。咁啊 ，Q 住一日时间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有额外嘅时间嘅话咧，不妨咧嚟一啲喺又唔系话好远嘅市中心啊，十零廿分钟咁样就可以嚟到呢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咧去欣赏 Bath 嘅全景啊。呢个咧，其实呢个系 National Trust 嘅一个公园啦。咁好多人都喺度放狗啊，亦都系Bath 嘅居民咧经常嚟嘅地方嚟。即系呢个全景咧都会票价噶啦。咁佢就喺火车站另一边嘅，就唔系平时去市中心嗰边。咁所以如果真有时间嘅话咧，真系不妨嚟到呢度咧，欣赏翻呢个市嘅全景啦。咁今次短游 Bath 之旅咧，又去到呢度先啦。多谢睇，同埋。